确定是车手本人？英国赛车手 Josh Webster 20岁参加保时捷美孚一号超级杯的天才车手选拔赛，和他一起参赛的都是一群年龄不超过26岁的天才车手，他们被称为最具国际顶级车手资质的赛车手。按理说，这种经常在赛道上摸爬滚打的车手应该是什么阵仗都见过的，怎么会被战神吓到呢？眼前这辆正是战神的现役最强车型 GTR R35， 原厂搭载 3.8T 的 V6 发动机，486匹马力，极限车速能飙到310公里每小时，这点动力在全球顶级的跑车里还排不上名号，而对车手来说就更不用担心了。然而小伙子一上车的表现却是这样的。你可别忘了，这是战神。他之所以迷人，就是因为改装空间大。其实这辆 R35 已经被升级到了700匹马力，基本上跟兰博基尼大牛一样了。不过小伙子，你一个车手被700匹的战神吓到叫停，是不是太对？